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不习惯，但这就是我的家。你就是因为过度的疲劳，造成的昏厥。不过没关系，休息休息就好。哦，你背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磕的。既然你不愿意多说，那我就不问了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年轻人不要仗着自己身体好就一点都不注意。行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我看你伤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我想躺一会儿。很疼吧？不疼。上次那个刷子你买了吗？买了呀，我觉得特别好用。你好，我是蒋博老师新招的助理，我们约好了在楼上的会议室见面，您能帮我刷一下这个二维码吗？我没有，谢谢啊。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证实一下。行。他没接，估计在忙。小姑娘，那我更不能放你进去了，走吧。这蒋博，搞什么？今天是2019年3月15日，从重庆回来已经2周了。即便我留在洛杉矶什么都没做，
明光实验室仍旧盯我很紧。喂，几哥，他们走了还追吗？不用，不必在这个时候打草惊蛇。好。2008年是第一个时间节点，诺亚代表明光实验室参加了研讨会，并且提出了一种记忆干预技术的设想，也是灯塔系统的技术原点。2012年，我作为试验者参与了灯塔系统的测试，试验结果很可能是成功了。2013年，明光实验室明面上倒闭了，但显然灯塔系统项目仍旧以明光实验室的名义秘密地继续。2018年，明光实验室再次招揽了两名试验者，江小源跟霍博宇。